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我 Justina 介绍豪宅给大家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天柱六座一个 A 单位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既豪华有私隐度的电梯大堂。在我们进单位看一看吧。今天介绍的是2018尺四房两套的单位。这个单位呢，你们看到吧，是一个 L 型的大厅，这边能坐十几个朋友，这吃饭也可以是十几个朋友做得到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这还有一个悠闲空间，这个空间呢既可以品红酒喝咖啡和朋友聊天，但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样不好看的话，也可以把它拉起来，是白的一片，就这样听的话就更加美丽了，是不是？大家看到吗？这里是80尺的大阳台，既可以种花又可以养鱼，而且这方向呢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呢是和文田运动场，下面有两个游泳池，啊，你看完了整个单位之后感觉如何呢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是 Justina， 我们下条片再见。